博曾是男团的成员，凭借帅气形象受到许多粉丝喜爱。去年底他投入选战，但因为阳光外形被网友封为最帅里长。虽然最后没有如愿当选，但还是受到不少网友支持。而他和圈外女友 Kiki 交往约三年，平时也常在网上分享情侣日常，更多次将女友带入自己的音乐创作，感情可说是相当稳定甜蜜。而23日正好是 Kiki 的23岁生日，他还特别趁女友生日这天惊喜和对方求婚，一起走入人生下一个阶段，并在事后发文开心写下“老婆生日快乐，谢谢你嫁给我”。同时，他也晒出与玫瑰花束及对戒的合照，看起来相当幸福。贴文曝光后，网友纷纷狂喊恭喜，好友何美看了也兴奋直呼啊，恭喜求婚成功！